原来真的有人演完戏走不出角色。刘诗诗当年拍完《步步惊心》后，拜托周围的朋友不要喊她若曦。那最不喜欢他们就叫若曦，若曦那么叫。那我刚拍完那一个多月的时候，我就跟所有的朋友说，不要叫我。我说，我会出不来。我说，求求你们不要叫。在和剧组的人一起受访时，也是一个人在旁边默默流泪。他真的演活了这个角色。